是吧？你把鞋脱了。我怎么上？你就这么踩一踩，一下就干了。这太阳一晒不就干了？对对对对对，你就从那儿走，那有个小黄梯。你先有，我们没跟着就。对。有意思的生活片段二，小猫抓阄取名。好，请名叫什么呢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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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姜怎么写？完了，字不会写了。看不见，这姜五爷，姜五爷，那个一个名字叫五一，一个名字叫备胎。Hello， 小猫猫，今天要给你取新名字，不，取名字不是取新名字。这已经比第一天、第二天刚来家活泼了许多啦。嘿嘿，你怎么炸毛了呀，兄弟？啊！吓到我了！我操！你真的直呼，哎，不像你了，我们出来红红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大家点个一键三连再离开吧。以后你就叫五一啦。